没办法了，找不到出去的路，我们现在就得原路返回了。哎，没成想走了两天，走了这个结果。哎，导航害人呐！没水了，我要加点水的刀。大哥走这道儿，跟底下底盘让这草刮干净来了，这草比那车高，车在底下吧，那草就像笤帚似的划了个底盘，我估计这草把我的车底盘也能划了干净了。其实我们这次走错路也不算白走错，这边这个山村里边啊，现在还趋于半原始的一个状态。为什么说是半原始啊？就像远处这个地，他们种完了之后，这秸秆直接在地里直接一把火就烧了。这边因为它属于热带雨林气候，它山上那些香蕉树啊是点不着的，好多那个都是点不着。就像这一块已经烧过一次了。前面这儿已经烧过一次了，但是烧不没，上面也是烧过一次，烧到那个香蕉林那块儿。它是先烧，把地上这些杂草烧掉，然后跟翻地这翻。如果在咱那儿，咱们家那块烧一下，那整个山上树就点着了。但这边你是烧不到那儿去的，那树根本就不着火，全是湿的。所以说这边那个在这边山里边冒烟正常，咱这边冒烟挨抓，这边冒烟没人管。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忘了给你们拍了，正打拖拉机正在翻地呢，因为也快到春耕的时候，这边快到春耕的时候了。走，出发。这边也是刚烧完，一直烧到上边，烧到香蕉林那儿，真的是刀耕火种了。把这个地烧了，烧完之后用拖拉机再翻，因为这边属于热带气候，杂草长得很快，如果不烧的话，那根本就出不过来。这一路过来，很多地方都是用火烧的，像这边也是，烧掉的灰烬还依然存在。这就是这边的开地方法，想开地，就把这一片山给烧了，烧完了之后用拖拉机翻完再种。这就是这边的开地方法，刀耕火种。路上有台车，什么情况？是上不来了还是怎么着？没有力气了。不懂啊。是坏了还是怎么了？老板。要的你快点来吧。我开啊。老板呢就是这样的。哦，哥，他说让我开上去，把他开一下没事儿。这个小车挺好开的，能启动吗？能启动吗？能启动吗？打一下。我给看一下，我给他看一下。对对对，不是他这厚重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多少钱儿。老包的家。这下都漏油了，是不是？啊？没有劲上去吧？上不，现在上不去。老王感觉不错了，让你先摆了，摆。有差速吗？狼哥威武。谢谢，不用客气啊。老板，谢谢了。好，不用不用。您会说中文呀？真的。Chinese。老板卡。老板卡，去那个房间讲，那个人家卡。
到这儿嘎、啊、这块坡有点陡，他开都开不上来了，然后起不来步了，起不来步了。你没有，你还往上来一点呢吧、哦？你是到那块儿，到那弯那儿、哦，到那弯完我烧回来了，烧到这儿，我烧这儿，我这一口气我就上去了。反正就这块、嗯、昨儿他那个这你的车就在这儿，他也到这儿，他这好像是不敢开了，还是起不来步了？他说上不来了。我这是漏的什么呀？底下水啊、哦，玻璃水，玻璃水。到我们来之前那个木桥了，桥底下是河，我们打点水把车上冲一冲吧，都是土，要不然那个土太多了，冲一下。我把大哥喊回来看见他们当地拿个网，我看是抓什么。哦，蝴蝶，抓这个。哦，我以为是抓鱼，蝴蝶也抓。他这个厉害了，抓得多，抓了那么多。啊，来河边抓蝴蝶。我以为是抓鱼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抓这个应该是送到景区去。喂、哎，抓住没有？抓住了，漂亮。哦，那边的蝴蝶多，那边的蝴蝶多。手法好娴熟呀，他们在抓蝴蝶。哎，哎，抓住那么多！嘿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在这儿把车洗了洗，顺便洗个澡，洗个头发，把衣服也洗了，身上舒服多了。要不这泥太多了。这车洗洗洗，看看还能看过去，还有点亮光，要不然都没法看了。走吧，他们抓蝴蝶，咱们也该出发了。大哥应该在前面等着我呢，我用电讲机喊他，他没回来，他听着收到了没回来。走了，继续出发，回到拉姆拉邦，这里拉姆拉邦没多远了。